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侍奉的呼召和动机，侍奉的呼召和动机。我选用了《申命记》的第十章第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那我读的是和合本，那新译本呢？我们打出的是新译本，大家再把新译本再看一遍。那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一切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每一个被神所呼召出来侍奉他的人，都有神清楚的呼召和责任。清楚的呼，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了主了，他就有一份责任，这个最大的责任就是传福音，对吧？所以当你信了主了，你就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传出去，把他的救恩传出去。所以保罗甚至用很强烈的话说，我若不传福音，我怎么样？我便有祸了。你好像说我不传福音没关系，我信了主了，可是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是有祸的。为什么？因为有天我们不好见主的面，不好意思了，见主面我说什么呢？我们信主一辈子没有传福音。那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个侍奉的时候，传福音是侍奉的第一要件。建立教会一定有一群侍奉的人，教会小的时候有几个就可以了，两三个人侍奉就可以了。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人越多，那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侍奉。我们教会提出一个观点，叫做人人侍奉，人人服侍的教会，人人服侍。那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服侍的多，那有的人服侍的少。总而言之，我们都要服侍。如果不服侍的话，我们生命很难成长。基督徒的生命是在服侍中成长的。所以当我谈到这个服侍的时候，这个中文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侍奉啊，这个英文叫 worship， 是敬拜的意思。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那保罗就讲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吧？第二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英文就是 worship， 敬拜的意思。那我在翻找这个中文，我这还真查了这个中文的词海，我发现中文的词海没有侍奉这两个字，没查到。关于是这个侍字起头的大概有五十多项，就没有侍奉这个词。为什么这个翻译的这个咱们中国这些翻译圣经的先贤们，他们却把它翻译成侍奉呢？后来我发现这是他们造的词儿。其实找服侍这个词儿可以找得到。服侍在哪里找得到呢？服侍在词海里边找到了。在服侍这个词儿出自于古文《论语·泰伯篇》。查到了这个服侍这个词儿。泰伯篇怎么说的呢？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天下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服侍商朝，殷就是殷商，这个商朝。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古代的文学中用服侍这个字服侍这个字。那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圣经把它翻成服侍和侍奉是相通的。服侍是相通的，那么这个三分之二的人，什么叫做服侍殷商呢？服侍殷商呢？那么原的意思就是，这个服侍就是臣服听命的意思，臣服听命，臣服他。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侍奉耶稣基督就是臣服他，他是我们的大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是他的，用中国的古代话来说叫臣民，那用我们基督教的话来说，圣经话叫子民，神的子民。所以彼得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十九节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很重要。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服侍他是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新的一届长执会上任的时候，我们刚才大家也为他们祝福了，盼望他们的服事更合主的心意。其实不是他们，就是仅他们而已，是我们跟他们怎么样一同服事，是他们带领我们一同服事。你服事总是有带领的人，因为没有带领的人，你不知道从哪里做起。那么我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在每一个执事的服事的那个团队中有份。你可能有的在招待的团队，有的在敬拜的团队，有的在关怀的团队，有的在饭食的团队。总而言之，你在其中参与，否则他一个人做不来的，一个人做不来的。教会牧师也是，如果传福音，你看搞靠牧师一个人传福音，那是做不来的，做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人人都传福音。那第一点，当我们谈到这个服事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服事是有呼召的。刚才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服事主，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牧师把他们点了名了就可以了。或者是弟兄姊妹说你要做就可以了。首先是神的呼召，是神的爱激励他们，当他们领受了救恩，他们就愿意用他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去服事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呼召。其实从圣经中，你从整个圣经中你看到，所有服事人最重要一点是他们清楚神的呼召，愿意委身呼召。最近读一本书，根尼斯写的叫 The Call， 中文翻译叫一生的呼召，台湾翻译成一生圣召。总而言之，这本书，其实根尼斯是美国基督教最近基督教里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作家。那他就住在蒙克林，就在我们附近，有机会可以请他来教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他太难请了，他一 schedule 一排就是几年。如果哪天他不出去了，或者拿 schedule 他不去了，那离我们近可能会来。这 Guinness 这本书他送给我的，他送给我的。那后来因为英文我也读得不太好，我就又找一本中文翻译，发现不错，写得好，真的好。他讲人生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叫特殊呼召，是神对你的呼召；第二是你普通的呼召，是你工作的呼召。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今天做医生，你今天做律师，你就做教师，你在工程师，你做什么工作，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呼召。你在世界上的，神让你做这个，可是很重要一点，神让你去服侍他，一个特殊的呼召。除了我们有世界的这个位置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来侍奉他。世界的位置，有一天会过去，在神的家中不会过去。今天我们服侍他，有一天我们与主同在，还怎么样？还是敬拜他。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清楚一个观念，当你信主那一天，你就已经进入到永恒中。你信主那天，你进入永恒中，不是你死亡那一天。昨天我们参加最次礼拜，我们真是看到人生的短暂啊。看到一个姐妹得了脑瘤去世了，那师母是特别关心她，昨天打了两个电话一定让我去。昨天我感冒发烧已经是40度起不来，我也去了。我在那个墓地很冷，站在外边，然后我戴着狗皮帽子去的，他们觉得像杨子荣似的就来了，站在狗皮帽子，大家，但是那个我都冻得有点受不了了，这个因为本身就发烧。但是看到这个一个棺木进入到土地上的时候，埋好的时候，一切就结束了。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就结束了。好多人发出感叹说，哎，你看人生意义在哪里呢？可是我们信了主的有意义，信了主了，我们不是说从那一天开始进入永恒，不是离开这世界，是从你信主那一天你就在永恒之中。你们，所以我们不经过那个死了，所以这很清楚的一点。所以我们侍奉他就是要讨他的喜悦。这个呼召，当神呼召临到你，你应该感觉什么样？兴奋啊，太兴奋了。神可以用我，我算什么？神可以用我，这个呼召如果临到我们，这是何等的福分呢？你看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时在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败坏的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金钱很多的地方啊。乌尔是很富有的，很富有，就像今天中国北京上海差不多那么富有。可是神呼召他离开，所以神呼召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去哪里呢？往我所指示的地去。去哪里？神没告诉他，说那就是我指示的地方，你去就好了。所以然后神就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我要叫你成为大国。
我又叫你的名为大，我又叫别人因你得福，而且神给他一个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这个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所以你看这个得了，如果神对我们这么说，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哇，为我们祝福的神就祝福他，为我们咒诅的咱都不用管了，神咒诅他去，我们咒诅他没有用，神咒诅他他就完了，你知道吗？他就惨了。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当时就很顺服的走出去了。亚伯拉罕走出多大年纪？70岁，还没有孩子，他怎么能成为大国？可能吗？你看今天的以色列国，虽然不是以色列不是大国，可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蒙恩的人都是真以色列人。今天有多少活着的？今天的世界20亿，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叫真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明白？你看看上帝说的多奇妙啊！我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上帝，你看，真的是他的话是就像天上的雨降下来，不突然返回的。他的话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就是不动的，哇！所以神的话是信实的，我们的话是不算数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了就忘了，忘了有时候耍赖，你知道吗？你看人的话能够算数吗？可神的话，信实的，不突然返回。所以你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他的顺服，整个的他的后裔蒙福。神在旧约中也呼召了摩西，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劳苦的时候，受欺压的时候，神呼召一个最软弱的人，80岁了，垂垂老矣，不是摩西身体还不错，还能放羊，对不对？虽然80岁还能放羊。那神呼召他干什么呢？做一件大事，要把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手中带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你看这多难啊！一个80岁的人要我们退休了，现在中国大陆55岁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干嘛？退休了就打麻将嘛，又不信主的干什么？不就打打麻将吗？赌赌小钱，有钱的赌大钱，没钱的赌小钱，对不对？你除非你信主了，你55岁退休，那正是好时候，正是经验丰富的时候，信主来服侍主，带人信耶稣，你看那多好，对不对？你在天上有奖赏，在地上有祝福，你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人家的那个生命改变，本来要自杀不死了，你像你多大的福分，你知道吗？本来夫妻要离婚，人不离了，人家相爱了，因着耶稣基督，你看你多大的福分。人家本来人生走不下去了，哇，要造反了，这个要你鱼死网破了，听到耶稣的福音，信靠耶稣了，你看你多大的福分。所以不要小瞧自己，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丰富起来。你看摩西，神对他的呼召，他也顺服了。摩西顺服的时候，没有亚伯拉罕那么痛快。摩西还说：“我怎么行呢？我笨口拙舌的，我能干嘛呢？我去，人家说你是谁让你来的？”他说了很多问题，神都回答他，神都回答他，神就告诉他说：“我的百姓的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听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知道他们的痛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呢，生活在委屈中的人呢，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呢，不要自哀自怜。我们所经历的，神都知道。他爱你，他都听见了。你所发出的哀声，你面对的不公平，你所受的委屈，你面对欺压和逼迫，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他都听到了。你看以色列人，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就负你的责任，以色列人所受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他要拣选摩西说你要下去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这是一个迦南美地。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宽阔、美好流奶鱼蜜之地，这就是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所以当我们进入爱子国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利亚当他受呼召的时候，你看以利亚当时他受呼召是那个拉撒佛用这个坛上取来的红炭沾他的口的时候，他开始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我的口是不洁的，主啊赦免我。这时候主呼召他，耶和华的声音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那这是很著名的一个呼召，我们爱唱那首歌叫什么啊，你的你，就是其实就是用的这段经文，好得很。He的你就是我差遣我在这里。He的你就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希伯来文我在这里。所以以利亚以赛亚就听从了呼召。耶利米这呼召更奇妙，耶利米在他耶米书的第一章就说他怎么被呼召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没有将你造在你的母腹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你。你未出母胎，我就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然后这个耶利米说，主啊，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呀，因为我还是年幼的。那么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让他做一件工作，对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的工作。所以这个耶利米，我在没有信主之前，圣经中最喜欢的一个人就是耶利米。那时候读过耶利米哀歌，觉得这么爱国的一个先知，哇，有一句话在耶利米书中感动我，说当他的同胞没有得救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啊？这个耶利米说，愿我的眼为什么为水啊，这个眼为泪的泉源呐、啊，为我的同胞得救，昼夜的哭泣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爱国的先知，伟大的爱国的先知，神呼召他，就不说了。救援中哪一个人？以西结，神呼召他，让他向枯骨发预言，向那些枯骨发预言，让他们复活起来。以西结向枯骨发预言，然后圣灵的风吹来，他们就活了，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河南，啊，河南有一段是很复兴的，河南的农村很多人信耶稣，而河南就像那个荒原上那种那沙漠地一样，那黄河两岸那种绝口子的地方，我老去河南，什么商丘啊，那地方我跑得很熟的，什么砀山、商丘，一直到什么这个开封，这地方真的是看到那个人没有信主之前脸无血色，都没有笑，没有笑容。可是你可以看到，当你看到那个录像，你看到河南那些农村的弟兄姊妹，他们举起手赞美神，拍着手跳起舞的时候，你感觉到他们活了，对不对？像耶和华极大的军队，他们活了。那我们看到神也呼召了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用很小的声音呼召他。神在旧约里呼召，神在新约里呼召更清楚了。神呼召了，首先呼召了12个门徒，呼召彼得。神对彼得说，你跟从我来，我让你怎么样得人如得鱼。因为彼得打鱼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能够被神所用，你所学的一切都是有用的。你看会打鱼的人就会传福音，你知道吗？我就会钓鱼，你们就钓不过我。我到我多伦多有一次，不是那个温哥华不到那次，大概好300多人信耶稣。牧师高兴了，说张牧师，你在这礼拜一里边休息两天，你需要去哪儿我都会满足你。我说我钓鱼去。他说好，没问题啊。这个有个刘永宁弟兄就借了一个船，我们就管加油就加了500块钱啊，这啥子真贵。我发现这个钓鱼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就开出海钓了一天。那些人钓鱼全钓鲨鱼，鲨鱼没有用嘛，叫鲨鱼一讨多长，上来了还咬你，你就得拿那个锤子把它打昏了再扔进去，要不它还咬钩嘛。我钓的都是好鱼，全是这个石斑鱼。那石斑鱼跟鲨鱼肯定是不一样，不一个档次，鲨鱼没法吃啊，水银特别高。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钓了一个24磅的红色的石斑鱼，告诉你那个石斑鱼都是很少见的，钓上来了，用了20分钟我把它钓上来的，那需要技巧的，钓钓得放一放，要不你挣断了，你知道吗？那跟大石头似的钓，过瘾的，哇，那个、高兴。这个钓上来以后，那个开船那个弟兄
说我钓了20年的鱼，没钓过这么大的红色石斑鱼。这个鱼我你怎么办？我说这鱼咱们交给水族馆吧。这个红石斑是很难见到的，不好见的，在20米的二十英尺的深度钓上来的，200英尺的深度钓上来的。你想，我用了20多分钟。后来这个是开船的是个广东弟兄，他就说我一辈子没看过这种鱼，这个咱们不吃有点亏。就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背着我拿剪子就给那鱼的中间就给绞了一刀，就出血了，就完了。当然我们吃了，全团气都够吃了。这个不容易的，我告诉你，是你过去所学的一切，你真的是你看学装修的，你懂了。你看这个昨天来一个弟兄，我说你看我们这个要加 insulation 怎么样，他很兴奋，说我帮你弄。礼拜三来给你做预算，看看多少。我说这孩子有点，他说这很简单，就这种墙你都没有做 insulation， 他就把一种泡沫注进去，那里边泡沫唰就散开了，哎，就挡声音了。你看我们原来都不懂，以为拆开才能放 insulation， 所以你会看到信主了以后，我们所学的一切都为主所用。那么耶稣基督今天讲的重点在于，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我们今天再看一段经文，我们再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神呼召了一批人来服侍他，服侍他的教会。那么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有十几个长老之外，那他们这十几个长老，他们因为人数在加添的时候，他们需要服侍了。你看，在这个时候，第六章一开始说门徒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因为他们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个时候教会跟今天不太一样，今天的寡妇是政府管，那个时候的寡妇是教会管。这个好像这个你寡妇不是贬义词啊，寡妇是，你知道寡妇什么意思吗？寡妇是好的，证明比你女的姐妹比弟兄活得长，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弟兄都活得比姐妹短，所以剩一大堆寡妇，你看到没有？这些寡妇没人供养。那么这12个使徒呢，就召集了众门徒，他们说要放下我们，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弟兄们呢，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见证、有圣灵的充满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至于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那这个意见呢，在会中通过了，所以他们就选出了7个执事。这7个执事是蛮有信心的、圣灵充满的、蛮有智慧的。首先我们最了解的第一个叫腓力。传福音的最最最会传福音的，腓力有4个女儿没结婚，对吧？4个女儿都是先知。这个然后腓力，然后呢还有呢更出名的叫这个斯蒂凡就更出名了。在圣经历史上关于斯蒂凡单独有一章，那使徒行传第7章就整整的记载斯蒂凡，是他真的是有智慧有能力，而且对以色列的历史非常的熟悉，对耶稣基督救恩非常的清楚，而且还有胆量敢于在执政掌权者要杀他的人面前来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呢选出了这个斯蒂凡，那么还选出了呢这个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还有尼格拉。那么这7个执事他们就按手为他们祷告，使徒们按手，神道道就传开了，那是耶路撒冷的门徒就大大的增加。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初代的教会当众多的时候就需要有人服侍的时候，所以他们选了7个执事。所以教会里边有长老有执事，长老就是使徒，那使徒就是长老，那么有执事，这在教会的管理上是很正常的。今天关于教会的管理和治理有2种不同意见，有的人觉得教会不是世界，教会不需要管理，教会就讲爱就好了，讲爱就好了，反正大家什么事就大帮呼就上去做呗，要做就做。那有的认为教会需要管理，当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如果我们在西方，在美国，你在美国教会待过，
你或者在韩国教会待过。今天我们有韩国的弟兄在我们中间，他听不懂我讲什么，其实，但是我想圣灵充满他了，已经，他该知道。你在美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或者那些成熟的台湾的、香港的弟兄姊妹教会，你会看他们的管理体制是非常严谨的，很严谨的。他们有长老会的智慧方式，有圣公会的，有这种主教制的政治方式，也有会众制的。不管哪一个，它都有各自的优点，有各自的缺点。但是这个管理需要的，管理需要的。所以我最近在写这个我博士论文，我在查书的时候，其实我的博士论文讲的就是中国大陆这个背景教会的建造和牧养。那这个谈到建造，一看它就是管理这方面。在教牧神学方面很重要的谈到这个管理。那今天当我们在谈到管理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信主有的时间很短，我们来到教会觉得教会不需要管理。你今天你会看到这些执事们所服务的事工，你今天看永刚报告的财务，这个如果你不需要管理，怎么做这些东西就乱了，就乱了。严谨的管理制度，包括尤其财务上的严谨的管理，是对教会一个保护，也是对弟兄姊妹的一个保护，也是荣耀神的事情。所以那教会，耶稣基督也确实教导我们说，治理神的教会不能像世界那么治理啊。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在这里耶稣基督明确反对的不是管理，是反对的那个官僚制度，是管对那个独裁制度。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在什么时候说的？在约翰福音13:12-15，耶稣为他们洗脚的时候所说的。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要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学什么叫榜样？样式，就是这个样式放在这儿了，我这么做你们就学着做就对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跟世界不一样。世界如果你做了什么这个总统，你在做了什么部长，或者你做了什么，这个不一样的，他有连他的警卫都不一样，对不对？你总统的警卫肯定就多一点，那部长少一点。如果你做局长处长，可能就没什么警卫，有个司机就不错了，对不对？那这个在教会不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做长日同会的主席，那不仅没有警卫，可能你还得警卫别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彼此洗脚，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跟世界管理是不一样，但是需要管理。因为耶稣说那弟兄们，保罗说，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2，保罗说，我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所以我们对我们新当选的长职同工多一份的敬重，这是属灵生命的流露啊，是属灵生命的流露。敬重那个按照圣经原则来治理我们啊，来治理来劝诫我们的啊，劝诫我们的。然后提摩太前书5:17就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备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5:17，保罗也教导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33，保罗讲，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些都是管理的这个经文。所以其实当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对管理有一些不同意见，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因着这种共产党的管理体制，我们受过伤，我们在管理体制中受伤，所以我们就反管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自由就好了。可是教会不是政党，教会也不是世界的组织，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当家做主管理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聚集。那这个聚集里边需要管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4说，所以神所拣选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为了什么呢？让他们各尽其职，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教会叫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是不同的，或做手，或做眼，或做脚，我们安在主的身体之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说这个身体是教会，那我们各做肢体。
那都是手吗？保罗说岂能都是手吗？那不可以，那教会都是手都去抓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不可以的。都是眼吗？也不行。那都是眼怎么可以闻味呢？眼睛闻不到味吗？都是鼻子吗？也不可以。所以都是我们都是各作之体，每人的恩赐不同，配搭成为一个美的身体。如果一个人的除了两只手以外的多两只手，我们吓死人了，对不对？你两只眼以外你多两只眼就四眼，那不吓死人了，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不同的表现。所以圣经中在旧约的时候，这种行政管理的例子第一次出在出埃及记。当摩西在管理这个人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大小事都管得好，原来诉讼夫妻吵架都管。管不过来的嘛，两三百万会众他怎么管得过来？今天我们两三百人我们都管不过来，不是那两三百万，摩西再有智慧，他都管不来。那后来他的岳父啊叫叶特罗，这个岳父比较聪明，耶稣啊就给摩西出个主意，说你这样就不累死了吗？这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你最好在里边选一些有智慧的人来帮助你管理，所以你要设立一个叫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来管理百姓。这样呢，有事情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已经到最后了。你知道美国总统也是这样的，如果美国总统什么事都管，对不对？那他怎么管得过来？他有各个部门来替他管，各个州替他管，到他那个时候决定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了。所以美国总统谁都能当，没什么难的。你也可以当，你选不上而已，你选上你可以当。你当的不比奥巴马差，我觉得，对，起码你信仰上比他好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美国总统，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留学生法案，你们知道留学生法案就是那绿卡的那个法案，十万留学生要因着六四的原因要留在美国，这个争论了好多年，国会就一直在吵，要不要？那这些从中国出来的这些天门学生就经常被找来去国会做见证，就是为了说他们回国有危险。那回国有没有危险我们哪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手中。但是这些人是有危险的，所以他们就代表有危险。那后来这个怎么通过的，我告诉你啊，到布什总统那里就剩一句话，讨论了一年多，那么多论证，那么多听证会，最后到布什总统里就一句话，说你当总统很容易嘛，你就写意思都不就完了吗？你看那句话说什么，就我经历的，所以我记得，说这一批人，这十万人，如果你不给他绿卡，没有一个回中国，如果你给他绿卡了，他就都可以回中国了。你还没明白这意思吗？你看那些幕僚们、专家们就把这个问题的本质说出来，所以总统多好当啊，对不对？这讨论了半年到他就给了就完了，这一句话嘛，因为不给他们也不回去，你知道吗？给了反而能回去做生意来回走，那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很多的东西到了上边那个管理的那个层面，其实就越来越简单了。当然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的管理跟它完全不同。教会你会看到，当初代教会选出这七个执事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弟兄姊妹的需要，其实考虑的最早是寡妇的需要。那今天这个教会的执事就跟过去执事不太一样喽。过去执事是考虑饭食的，那今天执事好像不仅管饭食，还有关属灵的事情了。你会看到说，教会的执事当时这个在选的时候有这么几种人，第一种叫做有好名声，所以你选执事要选有好名声的，不仅在教会里边，在家里边，在外边都是有好名声的，对不对？这个好名声很重要啊。说家里打老婆，那肯定不能当执事的。那老婆打老公也不能当执事的，你知道吗？女执事不能打老公，这个也不行的啊，不可以。当然掐一下的还可以的，那是互相之间亲密的表现，这个我们就不管了。但这个如果说你这真的是公开的愤怒中打，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有好名声。第二个被圣灵充满啊，这一批人是圣灵充满的。第三个还有智慧充足，关于好名声、圣灵充满，没有智慧还是不行的。那这三点我看到使徒选出这七个执事的前提条件是这样子。当然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八到十二节他就更具体了。他说做执事的也当如此，首先端庄啊，这个不可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他的意思要试验试验，所以应该有这个实习执事，先实习半年，然后再做正式的执事。但我们这些执事都已经过去都做过了，有做过，有的其实来这几位虽然是像热风啊，像柯敬啊，都在原来的教会都做过执事，他们都做过，像我们的长老在原来教会都做过长老。那这个都是经过过试验的，这挺重要，圣经讲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他说这些人呢，女执事也是如此，你可以有女执事，女执事如此。那女执事什么呢？必须端庄，不说谗言啊。这个女执事穿衣服要穿的端庄一些，是不能老穿世界流行的衣服，你知道吗？这个要穿端庄的衣服，不说谗言，就是不一口两舌，不传瞎话。中国话就是不要传瞎话，一传话就变味道了，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有节制，凡事忠心，而且执事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不能有这个第二个妇人。那个年代有的是好几个太太的，那个年代这不行的。保罗说这个，所以你要做执事，你那其他太太羞辱你，只能留一个，只能留一个。所以当然这可能还不行的，要求更严，就是你找过其他太太的就不行，要求很高的。你看那个要求更高。那么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这个长执同会来管理。其实这个在圣公会，他们虽然他们是主教制，可是他们有很多的同工来做各个部门的主任啊，叫各个部门叫 director 来负责，也是平信徒来做的。那么在浸信会，那就更都浸信会都是执事啊，执事。那在长老会，就是长老和执事来一起来管理教会，管理教会。所以我们要祷告，让我们的教会能越来越成型啊，来建立基督身体。未来我们还是要有长老，而是甚至有终身的长老，来带领执事一起来治理主的教会，在治理主的教会。最后一点，我们的服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服事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所以，当我讲到这服事动机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第一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所以你看，这个神说神这个摩西在这里边告诉我们的十二节是以色列啊，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向你们要什么呢？我们的神要什么？他给我们救恩，他给我们永生，他给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喜乐、平安、祝福，给我们生命的气息。那他向我要什么呢？很清楚，要什么呢？他要让你敬畏他，你要敬畏他。你只要你敬畏你的神，所以我们服事的动机，首先第一点是敬畏他，敬畏他。那么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把他当作神，他是理所当然的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所以当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来到面前来敬拜他啊，不要觉得礼拜天是我们哇，礼拜天我们去敬拜主去是给这个牧师面子，给上帝面子，我去敬拜你，这个不是的，是你必须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圣经说那分别为圣。如果那一天你没有人没有来敬拜神，你就亏欠很多了，你就亏欠很多了，你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问题。所以第一点敬拜他，第二点因着爱他。你看他说你要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一切的道路上，然后呢爱他，爱他，爱神是我们侍奉的动机，是我们侍奉的动机，爱他。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侍奉他。因为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里活的主活。所以爱他侍奉他，就是用保罗的话就是说为主活。所以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活着就为他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活着是完全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了。所以你压力就没有了，重担就没有了，你为主而活，你知道主会负责任的。第三点，所以
这个对，第二点，在保罗讲到这个爱的时候，这个激励的原文的意思是被大水冲走，所以基督的爱好像大水一样，冲得你不可抗拒，你无法爱抗拒这种爱，这种爱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是要谦卑的接受。哪人不需要主的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说得更清楚：是谁可以让我们与主耶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都不是的。所以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服侍主是因着他爱的激励，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怎么愿意服侍他？我们当然不愿意，我们也不愿意拿出时间来。所以他的爱催逼我们，激励我们，像水一样的冲击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服侍，使我们必须去服侍。那么这个爱，当我们讲到当神爱我们，把我们从奴仆的这个地位中拯救出来，成为爱子的国度，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你看奴隶跟儿子是不同的地位嘛，那我们就愿意服侍他。讲个小例子，说有一个黑人呢，奴隶，这黑人奴隶被主人打得要命，主人不喜欢他，就把他弄到那个奴隶的那个外边去卖，那是奴隶是有买卖的。有一个人，一个绅士，他就花钱买了这个奴隶，他看着奴隶太可怜了，就花钱买过来。那主人太坏了，打他，买了以后，他就说：“你走吧，我已经付钱了，你现在是自由的人，因为有一个证书签了名了，就给你自由了。”那这个奴隶呢？就不走了，他说：“你这么爱我，你把我从这个一个捆绑中救出来，我去哪里呢？我去哪里还是被人家抓走做奴隶，我就要做你的奴隶，我一生一世做你的奴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啊，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我们就不再做世界的奴隶，我们要做主的奴仆，明白？台语叫萝卜。我在台湾听台语讲到说，我们做耶稣的萝卜。我当时听我们的牧师老讲萝卜，奇怪，为什么去做耶稣的萝卜呢？他说奴仆翻译是萝卜，所以这个奴仆啊，这个就比较好听了，也就比奴隶好听一点，对不对？中国大陆人比较容易钻这个牛角尖，钻这个字义，奴仆叫仆人的意思，不仅是奴隶，还是仆人。所以那主的爱，第三点是因为主耶稣的托付而侍奉他。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16节到17节说，我是不得已的，我传福音。保罗传福音当然传的没有人比保罗传的更多了。保罗整个欧洲，保罗一去了就把欧洲就给门打开了。第一个带谁信主的，我讲过记得吗？这个姐妹卖紫色布匹的，叫吕底亚。所以吕底亚就开放了家，接待了保罗。其实吕底亚那个都没有想到，历史上他把他那家一开放，就把整个欧洲大门向神开放了。你看他奇妙不奇妙，保罗就住进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接待了保罗一行人。那保罗说，我传福音呢，没可夸的，我虽然建立这么多教会传福音，我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儿，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主给你的责任不是开玩笑的啊，主给你的责任那是一定要朝你要的，要就像那个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的仆人，主给了你这个银子，主会朝你要的。你等主来了，主说我给你5000银子，你怎么样啊？你说5000银子我又赚了5000，那主说好，忠心良善的仆人。那2000银子怎么样？说我又赚2000，说好，不小不大的事忠心，那你就可以进入到我的宴席来，与主人一同欢乐。那1000银子怎么样呢？一些人买起来了，也没有去投资，也没有去使用，把恩赐买起来了。主说什么？又懒，懒惰的仆人，这个，所以你不能跟我又在一起宴席里边了，你到外边去吧。这个哀哭切齿去吧。所以这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用恩赐来服侍他。那么第四点，是因为我们欠的福音的债。我们侍奉他是因为我们欠了债。欠了什么债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14到15节说，无论是希伯来人
无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是欠他们钱吗？不是的，欠什么债？保罗说，我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保罗没有欠钱，保罗欠福音的债。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欠债人呢？你爸妈信主了吗？你妈妈从小把你培养大了，花那么多钱，你不欠的债吗？你现在得了福音的好处，你却不传给他。有的是不敢传，有的是不愿意传，有的是自己没见证，说不出来什么。跟爸妈说，爸爸说，哎，你这个信耶稣不还那原来那样吗？没什么区别，算了，别给我传了，别给我胡扯，以后你找个好的跟我传吧。那我向我爸传福音也是，那这个很难开口的，我也知道，对不对？很难开口，跟我妈比较容易，因为小时候我什么都敢跟我妈这个 talk， 跟我爸我就不敢，那吸了一撇子上来了。山东人的后裔，你还想跟老爹扎刺儿？今天这孩子在老爸面前都平等，知道？那时候哪有什么平等啊？但是我跟他传福音，我真的为他祷告了两年多。后来有一天我打电话，我就第一句话是，他那个中风了苏醒过来，我就说，爸，信主吧，80多了，你还能活几年呢？你看这话说的根本就不智慧的，你知道吗？圣灵就充满他。我爸就说，好，儿子，你给我找个牧师，我要受洗。你看都不用觉知就要受洗，真厉害。而我爸一受洗，全家都得救，都不用我传了，因为我爸是家里家长，他要得救别人不信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全家最后一个有三哥信主了，我说感谢主。去年我在香港大海里给他受洗，给我三哥三嫂那么多人观看，然后我就在大海里说，张伟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吗？他说愿意。我说愿意耶稣保佑洗净你的罪，一生跟随他吗？他看了我半天，意思什么罪？我说神知道，对不对？他说愿意。所以你看，就感谢主，你欠了福音的债。你今天你爱你的祖国，你的祖国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你对你祖国最大的爱就是把耶稣的福音给他。你们，如果中国人人人都信了耶稣，中国还有三角债吗？没有了。中国还有这种不公义的事情吗？没有了。中国还能在这种物欲横流、情欲横流这种罪恶中？没有了。我告诉你，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复兴的时候，酒吧全部关闭，赌场全部关闭，这就叫中国的福音化。有一天中国赌场都没有了，麻将都不打了，大家到一起就读圣经，四个人坐在桌上边读圣经，你看什么样子？你们，哈利路亚。这就是我看到的未来的景象，这就是我看到中国福音化的样子。未来四个人邻居坐在一起，后边还有支招的吗？打麻将后边有两个支招的，四个老公在一起打，四个老婆坐后边支招的掏钱的，不支了。查考圣经，四人在后边说阿门，而且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圣经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个什么来劲头，你知道吗？那感谢主，这个就福音化就快到了。像我们最近昨天克明跟我说，回家了跟以言两个人一学，一个学长老的主日学，一个长老娘主日学，回去俩人讨论圣经，这多好啊，对不对？你越讨论，你的心里面越纯净，越讨论你的心越有信心。中国的福音化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欠福音的债。所以我传每天，我每年我就带那么1000来人信耶稣，我都觉得不够。我欠着福音债太多，我得读福音的好处太多。什么时候有一天我能回中国去，从这个我逃亡的路线走一圈，我走到哪里我也不再躲避，走到哪里我也不再仇恨，走到哪里我打把耶稣的爱给他们。我说这种我曾经逃过这里，你们当年给过我一口稀饭，感谢主，今天我成了传道人。你们，哈利路亚。福音就是这样传出去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欠了福音的债，不管是希腊人、化外人、愚拙的、聪明的，我都欠他们的，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被神呼召出来服侍他，是要尽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服侍的动机。所以卫斯理是我最佩服的一个圣徒。卫斯理一生讲过30000多篇道，30000多次道。我们一生有多少天啊？弟兄姊妹告诉我，30000多天啊，那还从小的时候都算起，你知道吗？他就平均呢，其实在他能够讲到一天讲3到5次的道，
而且卫斯理有一天有一个妇女就问卫斯理说，如果卫斯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还能活一天，你还能活一天，你要做什么？卫斯理说，我活一天呢，那我仍然用我现在的活法，我今天晚上要在格劳斯特讲道，明天早上5点又在格劳斯特讲道，我下午又在格劳斯特讲道，晚间我要对市民讲道，然后我讲完道再到马丁的家里边，因为我跟他有约定，我们一起吃晚饭，和他全家讨论祷告，一如平常。12点我回家，我将我的灵魂交给天父，然后安睡，醒来在荣耀里。五堂道，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么活，那我们真的就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我们就是真的效法了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把自己交给主，那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服侍的时候有主的爱的激励，感觉到我们是欠着我们同胞的，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一起来起立唱这首歌，我心切切跟随你。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